注的操作，三条外线同时交互检查仪表及我们的目标区，更需要专注的操作以达到人机一体的最高境界。为各位介绍此次参与超远的 S100 动 C 型直升机，为美国赛考实际公司制造，人员运输可搭载14名全部武装士兵，召唤运送担架6具，习惯换油箱后最长留空时间可到达4小时30分钟。而我空军救护队主要任务执行台北飞塔情报区内空难、海难、召唤后送、灾民抢救、高山离岛地区运补、行政专机等，并支援国军各项战演训任务。目前本队除嘉义之外，在台北松山